好啦，富文家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五场三班千二米嘅短途大热系五。黄奇举，好一跳出嚟，富万家应声弹出绿色衫嘅，咁再见到中间黄埔大师内兰香江稳正第四位红衫啊，咁白帽嗰只就胜利欢声，出面第五位橙色眼罩黄忍先锋啊，第六位嘅马啦，内兰位置就系嗰只越追越锋啦，第七位橙衫就腾龙区啊，后面嘅马啦有安喜年年旺啊，咁出面又中心美丽，尾二咧就系嗰只金元宝马，暂时殿后咧就是、电子大师嚟噶，对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放嘅就香港稳胜啦，胜利欢声啦，第三位咁啊有绿色衫富万家，出面黄银先锋过埋佢啦，元兰上咗去，仲有只越追越锋吞咗落嚟，跟住个第六位咧仲有黄埔大师啦，内兰橙衫咧咁啊仲见到个马匹有腾龙区啦，尾五位置紫色衫红帽年年旺，咁啊内兰大面箍尾四安喜啊，攞出去出边系中心美丽，尾二浅蓝衫电子大师包尾咧就金元宝马，最后直路香港稳胜占先，外边追佢嘅马有呢只胜利欢声啊，内兰嗰边系越追越锋啊，外边咧年年旺一路冚上去就一路内线啊，打左手边添啊，中间咧橙衫再只腾龙区，最后一百米年年旺外边一路压住腾龙区，腾龙区骑内有啊，接近终点，腾龙区斗紧年年旺，第三名安喜，第四名电子大师啊，咁啊真系你一边我一步啊，好接近噶。其实年年旺咧一路就打紧左手边，佢一路就内闪埋去，橙衫系腾龙区。咁啊，腾龙区大家叮当码头睇下边个鸭啊，好系好似腾龙区鸭落去。嗱，不过近要影相。第三名就安喜，第四名应该系电子大师，机会高过嗰只越追越锋啊。三号腾龙区啊，杜美尔啊，开晒啦，睇嚟啊，影到啦，咁啊压住呢只咧五号嘅年年旺喎，终点前啊，咁啊年旺国能啦，咁啊影上一头二马，第三名咧四号嘅安喜啊，咁啊史卓峰，第四名咧十号嘅电子大师潘顿啦，一条线都突咗成个头出嚟噶啦，呢只系腾龙区，咁啊最后六点一倍嘅。咁啊结果呢位南非籍骑师就第一晚喺香港上阵有马赢啦，棒正。我哋一齐睇下预计派彩啦，派第一名系三号嘅腾龙区，独赢派61蚊，位置派19蚊；派第二名系五号嘅年年旺，位置派15.5；派第三名系四号嘅安喜，位置派16.5；派第四名系十号嘅电子大师。连赢三搭五派120.5，三重彩三号、五号、四号顺序派922蚊，单 T 派139蚊。位置 Q 三搭五派47.5，三搭四派53蚊，四搭五派31.5。睇翻张相啦，咁啊腾龙区啊，咁啊好接近啊，短马头位咁啊胜出啊，年年旺第二啊，高柏森都几好笑啊，翻嚟啊，好笑容啊依然啊，虽然已经输咗，啊初试提升杜美尔啊，咁啊其实三只咁啊先赢呢一匹腾龙区，咁啊尾随仲一只咧有备而来嘅。真係照計冇咁快停進步啊，好開啊嘛，回一回咁啊，今日咧又贏啦。嗯。年年旺都啱啦，咁啊用翻一個留住嘅跑法啦，咁啊冇計啦，叮當叮當咁影相。發揮得好啊，國能啊！咁啊繼續上名啦，今晚國能咯。
因為今日嚟緊剩翻出嘅坐騎咧都係熱門嚟嘅，佢都係。好，夾住苗禮德。三加一嘅預計派彩勝出組合係 A 二隔夜半熱門派$20。四連環三號、四號、五號、十號派$123。今日四重彩，三號、五號、四號、十號順序派$3431。好，翻嚟福榜啦，咁啊见一见到阿杜美尔个样子，旁边就富连马斯练力游，翻嚟都斗得精彩啊！今次又唔使俾人分咗半啦，啄赢咗。好，睇翻个巡逻影片啦，咁起步咧其实好多马抢啊，头两段咧个步速快到不得了嘅，咁香港稳胜抢啦，跟住黄埔大师又抢，富万家又抢，中间嗰只胜利欢声又快，但系我档都俾人顶到五搭啦，嗰只黄隐先锋啊，咁啊后边就越追越疯贴咗栏啦，跟住就腾龙区啦，安喜都跟唔到啊，跟住出边位置连连王都游咗个靓位嘅，但系我档就终身美丽啦，包尾一对咧电子大师同埋金元宝马。跑千二咧，快咗半秒咧，其實都已經算快噶啦。依場仲誇張，兩段夾埋快足一秒啊！咁啊，所以前面個堆翻嚟都散曬啦嚇。咁啊，睇下後邊個堆啦。咁啊，頭物就圓欄坑啦，數落去第三隻橙三嗰只。咁啊，最好依啲位噶啦，有足夠步速又坑。咁啊，接落主要望好唔失咧，就搞掂嘅。嗱，睇下國能啦，明明揸開右手邊嘅，做咩硬係啲壞手勢？一蚊條邊就梗係轉左手，大大力摳落去，跟住只馬片埋去啦陣啊！咁啊，終點前就緊緊鬥輸。咁啊，快步速咧就後邊嗰只電子大師追翻近嘅。第五場賽事都覆榜完畢。位置 Q 派彩，三搭五派$47.5，三搭四派$53，四搭五派$31.5。三揀一派彩，勝出組合係 A 二隔夜半熱門派$20。四連環派彩，三號、四號、五號、十號派$123。四重彩派彩，三号、五号、四号、十号顺序派$3431。孖宝派彩，提关11号、尾关3号派$1582，提关11号、尾关5号派$164。